鬼塚英吉だ。未来を諦め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。グレートだぜ。由反町隆史、松岛菜菜子主演的经典日剧《麻辣教师 GTO》在1998年播出后掀起一股热潮。由反町隆史饰演的暴走族老师鬼冢英吉行事放浪不羁，但自成一套的处事原则，加上热血教育的形象，在当时成了不少师生的偶像。而两位男女主角更因戏结缘，擦出爱火，在2001年结婚后转为低调，终于在去年再度同框合拍广告，甜蜜模样羡煞众人。没想到惊喜不仅如此，去年九月日本富士电视台宣布鬼冢老师要回来了，让粉丝期待不已。近日麻辣教师 GTO 特别篇的预告也终于出炉，虽然预告仅有短短17秒，但熟悉又热血的配乐响起，搭配鬼冢老师帅气的自我介绍，加上经典名言，瞬间勾起回忆杀。未来を諦め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。グレートだぜ。特别篇预计在2024年春季开播，将延续原作不受传统教育观念束缚的精神呈现，让剧迷们相当期待。